来，先自报一下门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胖胖，我今年26。嗯。大家好，我叫魏晓峰，今年26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春，今年28。谢谢。刚才这节目谁编排的？在电视上看的。哦。然后有人演过这个节目，然后我们自己就想弄这个。也尝试尝试。哎，尝试尝试，然后自己弄的道具，我们前两天自己做的。你们以前不是专业练这个的？不是做这个的。哦，专业是干什么？我们专业是做那个皮影的。哦，演皮影。哦，所以说他有基本功。那你们这个演的时候嘴里还吹着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一个卡祖笛。就是、卡祖笛。表达这个想做什么动作，然后大概。哦，就等于他自己的一个说话解释一样。嗯，对。啊，还有吗？卡祖笛。有没有？这里有。我们也试试。跟烟袋锅似的啊！你看，就是用这个喉咙，然后嗓子喉咙嗓子发音啊，嗓子发音。嗯。差不多。好玩，好玩。有意思，你们三位都什么关系啊？我俩是夫妻关系。啊，那个杨春和小峰是夫妻。夫妻俩，他们跟他俩是什么关系？是他俩的媒人。我们是好朋友，然后我今天是过来跟他们助演的。哦，以前都在一起工作，今天过来助演。你们是不是为了表演这个节目才穿上这黑衣服？嗯，咱把它脱掉，好吧？脱掉，我们再继续采访一下。我知道皮影应该是我们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吧？对。将来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想法就是意思我们这周边，然后没有人在传承这个皮影，我想在这里来把这个皮影传承下去。能够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的演出场所。哎，挺好，想法非常好啊。嗯。那个，问问你们两个，结婚几年了？2年。当初你们俩是谁追的谁呀？我，他追我的。嗯。他追我的。是吧？互相。到底谁追的谁？你追的他。男追女。一般也不，现在不知道谁追的谁了。啊。那这样，结婚是谁提出来的？嗯。谁求的婚？谁求的婚？我。他到现在都没有给我正式的求一次婚了。啊。啊。求过。啊。说过，以前说过，说过，说过，他忘了，是吗？谁说的？再说一遍，他忘了，再说一遍，要不要看看求婚？不是，再求成二婚了。啊，有孩子吗？现在有，小孩多大了？小孩1岁0.1个月。今天来没有？来了。哎呦，这爸爸平时很少抱小孩儿，嗯，这个手托着屁股，你得托着点屁股，这个手托着，别闪到腰，知道吧？这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、嗯、据我所知你这生小孩实际上风险挺大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当时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就是还没足月就有高血压。嗯，还有那个咱们不懂，人家医生知道，人家就是那个不知道是什么膏要及时的抛出来。宝宝出生多重啊？宝宝出生4斤4两。哎呀，4斤4两，对于这个他来说，4斤4两，这个婴儿很大了已经。对啊。对，反正就是说我们本来我们就个子低嘛，然后如果说小孩在肚子里边，时间越长，就是他长得越快，对吧？然后就会在肚子里边压到各种的那种器官呀啥的，嗯、所以就在肚子里边，就是他要急的要出来呢。哎呀，辛苦啊，辛苦。8个多月。累不累？还行吧。小妈妈，大母爱。这是上天送给你们的礼物，没错。对。我在这里有个小小的请求啊。什么请求？你说。我老婆以前是唱歌的啊，我想她借就这个舞台，让她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。哦，就是想让老婆唱首歌。嗯。有多久没唱歌了？哎，有好长时间没唱了。是吧？嗯。那今天老公有这个愿望，我们也满足你老公的愿望，好不好？好好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杨春在现场给我们唱首歌，好不好？
怀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飞过绝望，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，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飞过绝望，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，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，我终于翱翔有心遗忘不害怕，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，想想。